哦，我们先打一周。一周目啊，阴奇度忘记组了。来一周目哈，看一下有什么难的。前面应该是很简单哦，一 C 一 C 打过去就可以了。前面都一 C 一 C 哈。啊，对啊，要行动值，对啊，行动值，我们还是要集一下行动值。那还是认真转一下。这个怀念的音乐，有听到吗？第六关，哦，这个关卡有点长，总共有22关。还记得这个轮回最有特色的就是那亚瑟的高防御，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为了破那防御打得要死要活的，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？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还住在那个我还住在重庆北路那边，好久以前。天元还可以练技能吗？这个我不知道。嗯，差不多快满了。OK， 接下来下一关，第十关哦，能力继承两只小怪。五回合中毒，强化盾，中毒60%嘛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中毒有点危险啊！我看一下，五回合转珠减两秒啊，要不要挤掉啊？直接把它挤掉好了。转珠减两秒，这个应该是没差。哦，这一关的话是没重点。那这边一定要6C 哦。这边要6C 以上。这一关的话，它是要消相应数量的强化腐蚀，好，要相应数量的强化腐蚀。好，接下来强化防御盾这个地方哈，只要你不消到火强化，不要消到火强化，就过了。火弱化锁定。接下来第二条血的部分 ，X 型燃烧哦，两 C， 然后再来手杀盾，手杀盾，哦，打完之后98回合中毒50%哈，98回合中毒50%。然后这边要记，
这边还没，这边是电击腐蚀哦，不过哦这个也是会被电击哦，也是会被电击。这边其实可以开 EG 啊，记一下木珠，记一下木珠，记一下木珠位置哦。好，木珠还是木珠，木珠还是木珠。那我们就叠木珠。我、哦、那个中毒很烦很烦，中毒等一下我们可能要把它挤掉，因为后面有25趴盾。中毒，我们要把它挤掉。好，这边命悬一线，直接，我看一下，下一关会有突击哦，突击25%。打一万，我这边补满的话是不会被打死。攻后三重燃烧，一二三，这边要全开才有办法挤掉。我想一想，这边先不用挤。下一关突击不会死，突击一万多，哎，怎么没突击？他是不是他是坏掉了？没有突击的话就直接把它挤掉。我看一下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。然后它是 CD 2，再开螺旋力，好，非常简单哈。接下来呢，这边也很简单。下一关回复力变零，然后命悬一线。其实螺旋力也是可以打，靠腰忘记集合螺旋力了，忘记集合螺旋力了，我、还好有这个，不要吓死我了。OK。所以螺旋力呢，不要跟我一样啊！我是想要快，所以一直一丝一丝。但螺旋力没挤满的话，会出事啊。接下来呢是五回合减攻90%。不过这队呢，就算被减攻90%呢，我看应该也是随便打。哦，被减攻90%也是可以打这样子的，没问题。好，接下来下一关会有一个附加消除，所以这个减攻就会被消除掉。还没，不是。这边才对哦，这边的话它是水属性以外伤害减至10%吗？所以我现在是要打多少才能破7亿啊？先开螺旋力好了，打不死的话我也不会死，哦，打不死的话我也不会死。
不过我自己觉得螺旋力就是这个队伍的伤害哦，应该是一定打得死的。这队伍已经做坏了，你知道吗？我靠，居然打不过去！哎 ，Oh my god！ 这队居然打不过去，我没看错，居然有这队打不过去的。可能要再开个技能哦。哦，真的破不了防，七亿的防御真的破不了，真的破不了。龙科这边一定要把他带走。第一个技能没了，嗯。啊！这样应该可以了吧？我开那么多了，哦，破了，好了。然后最后一关呢？不会死，随便打。不会死就随便打。我刚刚减伤 90% 还在，哦，那就是减伤 90% 的问题。所以如果没有那个减伤 90% 在的话，应该是很稳的。好，一周目天元突破，随便打。